大家好，分别四个多月后，我们终于见面了，还是在我们熟悉的 Costco。 说好的看世界呢？三月底回家看望四年未见的老母亲，计划六月份走上看世界的行程，谁知几周后母亲生病了，只能不停地在医院间奔走。到母亲病情完全稳定，已经过去四个多月了，只好回到温哥华休整一段时间再做打算。时不时看到留言问什么时候更新视频呀，好在还有每周特价，我们又可以见面交流了。 Costco 除了在门前多了一台读卡机，基本变化不大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周 Richmond 店都有什么特价新品。三公斤装的猪肉末，清早走过还是19.99的，一圈走下来看见好几个人的推车都有它，绕过来才知道改了价格，连特价牌都没有，得多眼尖才能发现啊，相当于买一送一了，能不买吗？特瘦的火鸡肉末，也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大包装的火鸡肉末，虽然每袋减了7块钱，停下脚步的人也寥寥无几。原价32.99，减7块钱后，现在卖25.99。无麸质的全麦面包，由全谷物和传统谷物混合制成，非转基因项目认证，不含乳糖，不含人工添加剂，适合素食主义者和糖尿病患者食用。这一组两袋，原价10.99，减2.5后，现在卖8.49。我们熟悉主打橄榄油的品牌推出的葵花籽油，采用非转基因的葵花籽冷压而成，富含维生素 E 和健康的多不饱和脂肪酸，适合用于烹饪、烘焙和沙拉调味等多种用途。这一瓶3升，原价12.99，减3块钱后，现在卖9.99。用泰国茉莉香米制成的亚洲米饼，由9种不同风味的饼干组成，它们只有一口大小，脆脆香香的。这一袋567克，原价14.99，减3块钱后，现在卖11.99。已经吃了2瓶的日式烧烤酱。酱油、蚝油都省了，炒菜、烧烤全靠它。4个月前还断了货，回来看见它特开心。最感安慰的是，竟然没有涨价，现在每瓶卖12.99。第一次在 Costco 见过的姜黄粉，由纯天然的姜黄根制成，因其强大的抗氧化和抗炎特性而受到重视，不仅可以用作烹饪香料，提升食物的风味，还可以用于制作黄金牛奶、调制饮品或添加到茶水中。此外，它还可用于自制护肤品和面膜，成为用途广泛的天然健康用料。这一袋5公斤，现在卖25.99。可两面穿的儿童夹克，戴帽的，另一面是仿羊毛，有一定的保暖能力，加大码的，个子小的大人都能穿，有不同颜色可供选择，原价24.99，减5块钱后，现在卖19.99。家居和美容工具的棉花棒，棉签两端均为100%纯棉，柔韧柔软，涂抹灵活，适用于家居、卫生和美容等用途。这一盒4组，每组500支，足够用一段时间的。原价13.99，减4块钱后，现在卖9.99。专为深度清洁牙齿之间的缝隙而设计的深层清洁牙线，采用了独特的超细滑动技术，能够顺畅地划过紧密的牙缝，有效去除难以触及的牙菌斑和食物残渣，减少牙线
卡住或断裂的风险，方便握持的使用。这一组300个，原价14.99元，减3元后，现在卖11.99元。设计精巧的四件套多功能刀具，采用了不锈钢材质，刀刃锋利耐用，握柄符合人体力学，适用于各种切割、家庭修理。这一套四把，清仓价14.97元。让手与热源保持安全距离的烹饪温度计，配备10英寸长的探头，内置手电筒和10个预设的肉类类型的熟度，可在短短4秒内提供准确的读数，确保肉类按照肉种和熟度完美烹制，成为在家做饭和户外烧烤的好帮手。清仓价14.97元。9000系列的飞利浦多功能修剪器，采用不锈钢精密工艺，可用于修饰脸面、头部和身体的发毛，包括22种工具和配件，精密修剪想要的长度。原价49.99元，减10元后，现在卖39.99元。家庭常用的冷冻包装袋，非常适合包装冷冻水果、蔬菜、肉类、家禽、鱼、烘焙食品、熟食、剩菜、奶酪等，大号的最好用。还有大小不同的包装袋也在特价，原价21.49元，减4.5元后，现在卖16.99元。具有四重过滤系统的空气净化器，高效捕捉空气中的 99.97% 的微小颗粒，包括花粉、烟雾、灰尘和其他过敏源，小至 0.3 微米的颗粒都在它的捕获范围，净化空间达360平方英尺，适合关心室内空气质量的人群。原价179.99元，减30元后，现在卖149.99元。塑料材质的砧板三件套，不含 BPA， 提供3种基本尺寸，能双面使用，可放入洗碗机清洗，使用方便，大中小3个尺寸，清仓价14.97元。非常适合搅拌的带盖大碗，还方便盛菜储存，密封的盖子能保持食物的新鲜，可用洗碗机清洗，却不适用于微波炉、烤箱。这一组4个，清仓价14.97元。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套装，超锋利的不锈钢刀片，确保稳定性，控制力的软握柄，方便的修剪不同的食材。这一套4把，清仓价14.97元。也是第一次在 Costco 见到的不锈钢食品容器，采用食品级不锈钢制成，带硅胶密封圈的防漏盖，看上去干净时尚，可用于微波炉、烤箱、洗碗机、冰箱。这一套有不同大小的5个，现在卖24.99元。具有5合1功能的多表面清洁剂，可消毒、清新、去除污垢、尘垢和油脂，适合清除家中最顽固的污渍，同时还能提供持久的清新感，可用于厨房、浴室和家中其他区域的坚硬无孔表面。柠檬香味，这一桶6升，原价13.49元，减3.5元后，现在卖9.99元。增加了50%胶粘剂的棉绒滚筒，不仅可以吸附棉绒和头发，还可以吸附大量碎片，比如树叶、硬币、沙子、面包屑以及盐，吸力大大增强。这一组5个滚筒，每个滚筒95张锡纸，原价15.99元，减4元后，现在卖11.99元。专为冷水洗地设计的冷水洗地剂，在冷水环境下也能有效去除污渍和异味，相比一些高端品牌，它的价格较为实惠，在市场上受到普遍欢迎。这一桶能洗121次，原价18.79元，减3.8元后，现在卖14.99元。
作为一种膳食补充剂的胶原蛋白，通过水解工艺，胶原蛋白被分解成较小的肽分子，便于人体吸收，能帮助改善皮肤的弹性、水分，支持关节的灵活性和舒适度，增强骨骼强度。这一瓶一公斤，原价49.99元，减12元后，现在卖37.99元。这个价格比去年少了2元。从牛奶中提取的乳清蛋白粉，含有较低的糖、脂肪，专为满足身体蛋白质需求而设计，特别适合运动后恢复、日常营养补充，有不同口味可供选择。大包装是它的卖点，这一袋2公斤，原价49.99元，减12元后，现在卖37.99元。舒缓关节疼痛的扶他林止痛膏，主要成分的双氯芬酸能有效抗炎镇痛，渗透力强，直达患处，达到强效止痛抗炎的作用，成为世界级的卡痛药膏。这一组两大一小三支装，原价26.99元，减7元后，现在卖19.99元。胃肠病学家推荐的益生菌补充剂，含有独特的专利益生菌菌株，可缓解腹部不适、胀气、腹胀等症状。方便的胶囊配方，无麸质、无大豆，每天只需服用一次。这一盒77粒，以加大剂量来涨价，原价59.99元，减12元后，现在卖47.99元。大家都喜欢用的斯塔夫温和洗面奶，半透明状乳体，无香味，除了洗脸还可以洗身体、手部，适合敏感肌肤。这一瓶一升，原价19.99元，减5元后，现在卖14.99元。能为肌肤注入新能量的玉兰油大红瓶，新增的2种抗老成分，有效提升肌肤活力，加速表面细胞代谢，而对抗肌肤疲劳，减淡细纹及皱纹，令肌肤亮丽。这一组2瓶，原价49.99元，减10元后，现在卖39.99元。好，这期就介绍到这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，欢迎新朋友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